到了这个年龄，总是要找个养老的地方吧。就是您是抱着这个玩的态度过来的。对对对对，看一看，哎，玩一玩的态度过来。大家好，前段时间呢，在头条上看到这位作者一花一草一日，而且他来到我们养老院入住。今天呢，我们去拜访他一下。奶奶，您今年是多大岁数？我73了，七十三啊，49年的。您是来自威海，啊，对对对，但是听口音好像不是威海的口音。我从小是在福建福州长大的，口音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过来。对对对，您家在威海，房子什么的也在威海，您怎么考虑说是来这边的养老院住啊？就在威海市嘛，我也来看一看，玩一玩。到了这个年龄，总是要找个养老的地方吧。就是您是抱着这个玩的态度过来的。对对对，看一看，哎，玩一玩的态度过来。在家里住的话，有什么不方便吗？怎么就是考虑来这边？在家我是空巢嘛，我就一个人住，就像住在社区里头，自己吃做饭，自己买菜，然后自己玩吧，也挺，有的时候感觉到挺孤单的，早晚总有一天。需要一个人在身边跑跑腿吧。空巢，您就是说这孩子都不在身边，是不是？对对。您现在是来这儿住几天了？住有一个月了吧。一个月。嗯。那您就是您是自己来这边之后，您的闺女还是或者儿子知道吗？知道您来这儿吗？不知道。他们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我是独生子女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觉得很奇怪，你怎么跑到养老院去了？就是周围的朋友感觉很奇怪啊，周围也没人觉得我应该去养老院，大家都说，好像觉得怎么上养老院去了？反正家里人就是说，侄子啊，还有其他的，孩子就说你自己喜欢就行了。我看你还做自媒体。嗯，对对对。叫什么名字？一花一草一日。对对对对。嗯，对，做自媒体也是做着玩吧，看看，反正体验一下养老院的生活，让大家知道知道这个养老院现在是什么情况。来这儿入住这一个月的时间，有什么感受吗？感觉？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，为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住得很舒服，这个房间呢，护理员打扫得很干净，每天都打扫。而且24小时供热水，我觉得很舒服。再一个，饮食上食堂也挺好的，也挺方便，路程也不远。吃饭呢，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。在家里做饭的话，挺麻烦自己了。在家做一顿饭，吃两顿，天天吃剩饭，反正觉得不如在这方便。就是说是您这个来这边，子女还不知道，就是您。您这个，您在心目中是感觉是养老是就是你自己的事情。嗯，是的，养老我认为，首先你自己要想好。虽然大家对养老院感觉到很恐怖，养老院嘛，好像觉得就是去那就是没什么意思啊。嗯。但是呢，现在的养老院好像大家都在变，现在的养老院和历史上原来的那些养老院有所改变。嗯，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嗯，有。以前的养老院就是一日三餐嘛，住的呢，然后那个这里养老院又可以玩，有大学，你想唱歌就唱歌，想弹琴你就去学弹琴，还学绘画，还有很多唱歌跳舞的。您现在都参加了什么呀？我现在参加一个绘画，绘画，油画。昨天北京来一个科班出身的陈老师，来教我们，讲了一节课，挺学习的不少。主要是您是不是当时刚来入住的，还没有办理入住的时候，我知道您先要了一块地。对对对，我还种了一块小地，是是是。主要是您还没入住呢，当时。对对对，来的第二天第三天，听说有地。实际上我一开始到虎山来，我就冲这块地来的。当时说虎山养老院有地种，我想哎呀还有地吗？因为我觉得这块地很好玩。有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，我到农村去租个四合院，然后
种个小菜地，养个小狗小鸡的，就想在人老了嘛，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，就想找一个事做做。你像我感觉这个岁数大了，可能这个社交方面也其实看起来好像是不是特别重要。其实我感觉老年了越岁数越大越需要社交，对是不对是？您在家里是不是平常的时候可能是人陪你说话呀，陪你玩的人少？没错，我们那个地方呢，也就是社区嘛，大家反正我们那个社区年轻人多，都是30来岁，刚生完孩子，小孩都是在半岁左右的，他们又要上班，来给他们带孩子的爷爷奶奶呢。也挺忙活的，像我算是年纪大的在那，我觉得我找不到人玩，大家都挺礼貌的，见面都爷爷都奶奶在叫哈，也干什么的，就是觉得老人应该找老人嘛，老人应该和老年人在一块玩。真的我有事的话，晚上或者说是有需要帮忙的话，身边确实没有，你想有个跑腿的，有个什么。像在这个养老院，它有护理员，有紧急呼叫器，这个对我就特别需要了。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受凉了，大概拉肚子，拉得很凶，拉了半个小时，歇止不住。后来我想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我这个地方上医院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我就发了一个微信问一下护理院有没有大夫值夜班。我的信息一发，马上那边就回音了。他说我们马上就到，结果来了2个大夫，一个大夫，一个护士，20多年的护士，给我打了2针。他说我打针不疼，我说好好好，我不怕疼。他说我干了20多年了。那个老大夫是个男的，我说我怎么了？他说你受凉了。很快的就给我开了药，打了针，打了针晚上睡得非常好。过2天就好了，他说你要忌口啊，不能吃鸡蛋啊，也不能吃牛奶啊。如果在家里，那就非常紧张了，自己打的上医院去了，因为离医院不管远近吧，你就得自己去了。这个时候就很慌张，在这里的话，即便上医院也有人陪我去吧，也有人会送我去吧。这个就是养老院的好处，真的是。所以我来了以后，我也觉得应该住下去。